今天大家特别吗？特别，其实还好。今天是第三天嘛，第一天的时候特不特别？特别，因为是首场啊。是。那昨天特不特别？特别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第二场啊。而且下雨。是不是？是。但是今天大家特别吗？特别。其实还好。因为你看，大家又不是首场，对，又没有下雨，卡在中间。感觉上大家就是尴尬。今天呢也不一点都不会不特别啊，因为今天是2019年的5月5号，要看谁？大家好，我是嘎嘎。说起广东话，五月天是你的师兄，是的，我们要教你讲广东话。好，当你跟别人谈起往事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说。龙邦龙老，用唱的也可以，是都唱给你听。好，龙邦龙老，龙老。OK， 我爱你。好了。的意思是带我走，去哪？不要吓我，无法冷静。弟弟你要出门了，大师兄，手残也会做的奶酒提拉米苏，好好吃哦。他可以吃那么多吗？刚开始运动。